我买那个稻盛和夫先生啊，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，买十几本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好好的进修。所以今天来送都是好兄弟一样。对，都好朋友了，兄弟一辈子啊，好，大家谢谢啊，好不好来啊？好。眼前一劳斯莱斯坐骑加十本书入肩，兄弟一辈子集权道别。眼前的黑不是黑。好像午休的样子。侦查大楼101号窗口，兄弟一辈子啊，好，大家谢谢啊，好不好来啊？网红连千亿因为2019年直播主持乱，带着多名小弟与宠物店老板火拼，被最高法院以组织犯罪教唆少年持枪罪判刑7年定谳。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家人啊粉丝说一下？没有啊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心想事成，谢谢。那这次有什么样的准备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早点进去早点出来。没有。那家人那些都有交代好了？不然。连千亿剪了永泽发型，表示准备去进修，买了很多好书，韬光养晦。1号下午2点，连千亿搭的坐骑是劳斯莱斯，搭配台湾 LV and 蓝白拖，白色吊嘎 and 半价 look 报道入肩，新车编号为9425。啊，尴尬的是，十多名送行亲友都违停在红线上，先吃了7张罚单。所以今天来送都是好兄弟一样。对，都好朋友了。啊，这次手上有带什么东西？我的行李，我的要用的东西。我的书嘞，书有没有带？我的一套书嘞。我买那个稻盛和夫先生啊，还有洛克菲勒先生的，买十几本，好好的学习啊，好好的进修，像当兵一样嘛。巴特则已经不是连累第一次回娘家了，他曾因此案被羁押10个月，吃牢饭311天，才在一审宣判结果出炉后以450万交保。人生最难修炼的地方就来伊啊！我请问一下，我人无咧社会时，你人在倒位啊？你有今仔去阿寄一片啊，寄一家糖啊饼啊？2022年，连千亿又因涉及 NFT 诈骗上铐移送新北地检署。这回啊，则是3年前的直播组织乱上诉最高法院被驳回，距离2020年8月交保，连累在重获自由1060天后再度入狱。就这样进进出出，进进出出，又刷了一排手铐了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站回去了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谢谢。我要报到。对，那我们那个东西你都拿上去，我们到那个2楼20张外面等好吗？啊，你们大家都要保重啊！大家要保重。没有，没有。啊，温姐啊，阿叔诶，温伯阿母，哎，我去道关心者。你的脚趾，记得家己顾好点。阿婆洗澡的时阵，唔通弯腰捡白渣。刚好就好。